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四位神秘嘉宾。接下来，请大家一定要拉长耳朵，专心听他们说故事哦。好。直接开始了，那我们就开始了，直接开始了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很神奇的故事，叫做《女王》国王的新衣。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国王的新衣，有小朋友听过吗？都听过啊、哦。所以你们都知道国王的新衣是什么吗？是裤子啊。等一下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开始咯，准备好了哦。好，请大家小朋友仔细看这个镜头，露出一个最开心的表情哦。九百。好，来呀、啊！我数到三的时候，要摆出最开心的表情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再来一次哦，来一二三，耶、yeah ！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进来的。好啊，我出拍完照。好狼狈哦，我还想。慢慢进去。来，不要再睡了。好，那我先说一下，我等一下饰演的是国王。所以等一下，国王就是由我来饰演。那你是谁？我是国王吗？我等一下讲完故事我再说。好，好，那我今天要饰演的是有两个角色，一个是骗子，然后一个就是跟你们一样是小朋友的角色。谢谢。小朋友好，我今天要讲的呢，我其实是饰演旁白。放大声一点啊。就是我饰演的是旁白，旁白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们这个故事现在进行到哪里了。那我呢，等一下要饰演的是大臣，在国王身边的大臣。那等一下小朋友们也要仔细听清楚咯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咯。好，好，故事开始。期待吗？许多年前，有一位国王，他非常喜欢穿新衣服，为了能穿得漂亮，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衣服上，他丝毫不管国家大事，一天到晚待在皇宫里，一套一套的换新衣服。人们提到这个国王的时候，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。有一天，城里来了两个大骗子，他们称自己是织布高手，会织一种奇妙的布。这种布不仅色彩和图案都非常的好看，而且用它缝制的衣服还有一种神奇的特点，就是让所有不称职或者愚蠢的人都无法看到衣服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国王的耳朵里面。那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，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到哪些人称职，哪些人不称职，哪些人是聪明的人，哪些人是傻子。国王付了很多钱给这两个骗子，叫他们马上工作。两个骗子摆出两架织布机，装作织布的样子，但事实上他们的织布机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过了几天，国王想去看看衣料织的怎么样。万一我看不见那块布料，可怎么办呢？我不就变成傻瓜了吗？国王越想越不安，就派一个大臣先去看，因为啊，他认为这个人很有头脑，而且很称职哦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天哪，我什么东西都看不见，难道我是一个笨蛋吗？还是我是一个不称职的人？我绝对不可以让别人知道这件事。就这样，这两个骗子又得到很多很多的钱，于是国王亲自带着大臣去看。他看到两个骗子正专心的织布，但国王却一根线都看不见哦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这是荒唐，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？难道我不配做国王吗？太可怕了，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人发现这件事。哇塞，真是美极了，我非常满意。哇，真的美极嘞！你可以穿着美丽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大会哦。于是大典开始喽。哇，这个衣服啊，真是好轻啊。没错，这衣服的妙处就是非常的轻柔，穿在身上好像什么都没穿一样啊，一点都没错。多美的花纹啊，多美的色彩，这真是一套贵重的衣服呢。就这样啊，国王就开始游行了。哈哈哈，国王什么都没穿耶。你看他什么都没有穿。难道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穿吗？我有没有穿衣服？我必须把这个游行大典举行完毕才行啊。于是国王就硬着头皮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情，继续的往前走。所以国王到底有没有穿衣服啊？没有。所以是骗子国王有穿衣服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。那么呢，让那个旁白姐姐告诉大家，就是要告诉我们要记得穿衣服哦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可能要穿很多很漂亮的衣服，但是那都是假的，只有真正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才是真的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我讲那么深了，你们也知道。那我们请这个姐姐也跟大家讲句话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秋姐感觉蛮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要解答，就是刚刚呢，要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次。刚刚我们谁呢？是演戏中哪个角色？那我们就请右边这位叔叔开始。叔叔。好啦，就我们今天很开心，因为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就认识的童话故事，然后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也都听过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让我们重温一下小时候做小朋友的感觉，啊，给你们感受到就是小时候我们故事的感觉。对，你要不要自我介绍？刚刚还没有自我介绍。好，其实你们就叫我国王哥哥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叔叔，我是骗子阿姨，我们太好，好，那骗子阿姨跟大家介绍完，再就是一个，我是大成姐姐，大成哦。那你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旁白婆婆，旁白姐姐，旁白婆婆。喜欢吗？喜欢。那我现在叫个小朋友来把刚刚的故事讲一遍，好不好？好。